欢迎大家聆听 MySailor 的音乐，在这里让您最喜欢的音乐绽放你的心情。一首历史歌送给大家，说天到底论古今，那么麦子也需要创新，穿过中原到达漠，那么今天上堂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吕布的历史舞台大人物，吕布为他着了魔，那么勾结王允杀董卓，杀完董卓投袁术，那么胯下战马就是处，杀敌斩将已如数，那么三英无法挡他路，要问三英哪几位，那么关羽张飞和刘备，三人称兄又倒地，那么祝酒桃园三结义，刘备又叫刘玄德，那么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辅佐，那么三顾茅庐请诸葛，说完三国讲水浒，那么山东梁山雷震虎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那么拼命要为民做主，梁山宋江是大王，那么人称孝义黑三郎，策略指挥能力强，那么武术不是他擅长，二哥名字叫武松，那么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行者，那么岳美兄一把命舍，梁山好汉沾方腊，那么敌众我寡不惧怕，青丝都变成白发，那么他的美名传天下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那么前浪拍在沙滩上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那么我们来把他歪唱，陆云龙公孙胜买个手机叫 iPhone， 小李广是花荣弹弓比赛他称雄，木叶叉孙二娘就爱欺负喜羊羊，青面兽是杨志，顿顿燕窝和鱼翅，花和尚那么鲁智深带着链子开大奔，阎王罗那么冷小鸡成天成雄打飞机，小旋风是宅剑坐着地铁玩威胁，这个屌丝真给劲，那么青龙白虎身上印，土火星是孔亮爱吃大葱蘸大酱，那么爱嚼火是王英，男的居然来月经，扑天雕是李英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部是恶性，随时要他命，神火将为鼎国，为了金钱眼全裸，跳剑虎是真打，走私毒品抽大麻，九尾龟掏玄望，身宽体阔非常好，随时随地把屁放，一浪高过另一浪，以上全部是历史，那么竖起你的大拇指，只要大家能喜欢，那么每天我都写一篇，昨晚小鱼受了伤，那么了解主播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太嚣张，那么再来惹我就开枪，昨晚梦中丢了魂，那么带上铁锹去挖坟，挖到牛鬼和蛇神，那么跪下叫我于大人，谁要再敢欺负他，那么他就把谁带回家，谁在沟明把花刷，那么我们助谁把财发，这样一首历史课送给你们大家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喜欢，转发评论666